小朋友好，今天这堂体育课要进行的活动有舞蹈律动以及滚球大赛。提醒小朋友，这堂课的课后有两个活动要完成，所以请小朋友要认真上完课哦。活动一，暖身运动大会舞。还记得停课的前一周是我们的运动会，那天246年级的哥哥姐姐有表演精彩的大会舞。等到下学期，你们变成2年级的哥哥姐姐，运动会时就换你们表演咯。第一个活动，要请小朋友跟着哥哥姐姐的动作一起跳他们的大会舞，青春有你 ，Yes OK。老师记得你们来龙浦国小的第一天也是跳香蕉歌呢，快跟着音乐动一动吧。哦嗨哟，哦嗨哟，今天起个早，睁着眼，转转头，不要睡大觉，动动我的手，提起我的双脚，对太阳公公，哈哈笑，跑一跑。远的距离，却不放弃的坚定。
活动二，爱眼动起来。提醒小朋友，这堂课课后任务一在这里哟。课后任务一，3010，用眼30分钟，要休息10分钟。请小朋友等会上完课，走到窗户边，看着远方，让你的眼睛好好休息。提醒小朋友，眼睛不可以直视太阳，如果阳光刺眼，也可以转转你的眼球，闭眼休息做代替。活动三，微笑家事五，提醒小朋友，这堂课的课后任务二在这里哟。Go Go Go， 大家来打扫。Go Go Go， 你我爱整洁。Go Go Go， 大家来打扫。Go Go Go， 你我爱整洁。打扫打扫扫扫扫，我们来打扫。清洁清洁，洗洗洗，环境变干净。打扫打扫扫扫扫，我们来打扫。清洁清洁，当当当，打扫时间到。Everybody 注意，目标脏乱。Ready Go！爱干净的小朋友不会变坏。爱干净的大朋友就是最帅。眼看纸屑在地上制造脏乱，干净变身成为最厉害的干净大亨。拿起扫把让饼干屑统统阵亡，再用抹布擦掉灰尘，细菌退散。我还会将窗户擦个清清亮亮，爱打扫的小孩子不会变坏。多打细菌又打垃圾达人最厉害、yeah！左排桌椅，右手书本，教室最整洁。左拿扫把，右你抹布，脏污都拜拜。清洁打扫最愉快，干净达人 number one。打扫打扫扫扫扫，我们来打扫。清洁清洁，洗洗洗，环境变干净。打扫打扫扫扫扫，我们来打扫。清洁清洁，当当当，打扫时间到。Everybody 注意。目标脏乱 ，Ready Go！ 爱干净的小朋友不会变坏，爱干净的大朋友就是最帅。
眼看积雪在地上制造脏乱，感情变身成为最厉害的干红大亨，拿起扫把让敏感血统统阵亡，再用抹布擦掉灰尘细菌推散，我还会将窗户擦得清清亮亮，爱打扫的小孩子不会变坏，拿起扫把让敏感血统统阵亡，再用抹布擦掉灰尘细菌推散，我还会将窗户擦得清清亮亮，爱打扫的小孩子不会变坏。卡哦卡哦卡哦耶，卡哦卡哦卡哦耶，卡哦卡哦卡哦耶，卡哦卡哦卡哦耶。课后任务二，防疫期间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，家里的环境需要全家人一起维护。第二个任务要请小朋友当个小帮手，等会上完课完成一件家事，并请家中的大人检查合格才算过关哦。活动四，滚球大赛。滚球游戏所需要的材料有十个纸杯，当作打击目标。如果没有纸杯，也可以用塑胶杯或是空的保特瓶代替。另外，还需要准备三颗小皮球。如果家中没有这么多颗球，可以自制纸球，利用白纸、大胶带粘成球状，就像我们这次运动会趣味竞赛的纸球哟。另外，也可以用袜子卷起来变成小皮球。这边要提醒小朋友，如果用袜子做球，记得要有两双卷起来，也建议可以用大人的长筒袜，做起来的球会比较大颗又扎实哦。游戏说明，请小朋友依据家里的环境将杯子、小球摆放好，布置成滚球大赛的场地，可以参考照片的样子摆放，目标的位置和滚球的距离都可以弹性调整，没有关系哟。游戏玩法，请小朋友在一分钟内依序滚出三颗球，看看十个杯子，你一共可以击倒几个杯子？请看影片说明。现在换你咯，准备开始。一分钟，你倒了几个杯子呢？现在，请把东西复原，我们准备进行第二次练习。Go! Here we go!
第二次有比第一次进步吗？我们准备进行第三次练习，请把东西复原。这堂课的滚球游戏，小朋友可以多练习几次，提升你滚球的力道及精准度哦。影片最后提供一个家庭桌球的玩法，小朋友也可以跟家中的大人、兄弟姐妹一起玩看看哦。小朋友，洗手喽！让我们来用湿搓冲捧擦，内外夹攻大力丸的无敌神功来赶走病菌吧。内，冲湿手心搓泡泡；外，两手手背别忘记。夹，食指叫做洗指缝；攻，攻击指节揉手心。打，虎口大拇哥转转转，力力起指尖搓搓搓。腕，手腕内外冲干净，洪水冲冲水龙头。最后一定要记得把双手擦干哦。